白班到你课本的17页，17页的地方呢，其实你们如果合理来讲，你们应该上完了啦，就是你们影片也看完了。来，这种叫做什么动词？啊？连缀，对，这叫做连缀动词，写上去，连缀。那我昨天也有在你们的句型卷上面写上去，其实连缀动词它的用法跟什么准的动词一样？对，写上去哦。连缀动词的用法，我不能说它的意思一样，没有，因为 be 动词的中文翻成很，翻成是，翻成在，就是 be 动词是一种很实在的动词。可是呢 ，be 动词后面，请问你，它应该接什么词？对，它接形容词，对不对？那连缀动词因为跟 be 动词的用法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后面一定一律也接形容词，所以帮我把这个 A 写上去。第二个呢，要帮我把这个 A 往上画到这个号，因为它的原问句。第二个呢，好了吗？第二个呢，帮我把这个 like 不是喜欢哦，这个 like 的中文怎么翻？写上去，它是 PREP， 什么叫 PREP？ 介系词，对，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像，像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帮我把这个 like 的后面备注哦，请你加个 N， 记得哦 ，like 的后面一定接名词。可是也因为名词的关系，箭头在往这个字画，跟刚刚不一样。你们形容词它的原问句就是 how， 名词它的原问句就会变成 what， 所以两个不一样哦。这两个的那个原问句不一样，有 like 的时候加名词找 what。没有 like 的时候用形容词，然后找号，这样可以了吗？好，来再问你一次 ，look 怎么翻？看起来 ，taste， 尝起来 ，smell， 闻起来，再来 ，sound， 听起来 ，feel， 感觉起来。之后你们会学到 feel 这个字哈，它有另外一种意思，它叫感官动词，所以它的后面呢接的一定是形容词 ，OK 啦。好，咱俩就往下看了，所以直接看第一题。第一题呢，先请你圈 terrible 是什么词？形容词。所以既然它是形容词，它的原问句找谁？刚刚我叫你画，找谁？好好，让我念，让我念一遍给你听哦。One. The spaghetti smell terrible. How does the spaghetti smell?It smells terrible. 所以记得 smell 为什么要加 s？ 一个人做动作，小超人，可以吗？你用红笔改，记得自己诚实用红笔改。再来第二题呢，帮我把 a cat 圈起来。请问你这里是什么词？名词喽。那我刚刚也有讲，名词的时候找谁？还是找 how 吗？不是，要找谁 ？What， 对不对？所以来第二句。Two.It sound a cat. What does it sound like? It sounds like a cat. 记得 sounds 一样要加 s， 你们最常做的是忘了加 s 而已。然后 like 后面记得接名词。好，再来看第三题喽。那第三题再来，我就让他直接念，我们直接对答案了。Grandpa look happy. How did Grandpa look at his 90th birthday party? He looked happy.好，第二个呢，要请你圈这个字 did， 因为 did 是过去式，所以请你记得加 ed。第二个，把这个 how 往这个字画，记得哈、哦、，how 的回答一定是形容词。好，再来下一题。Four. The coffee this morning tastes medicine. What did the coffee this morning taste like? It tasted like medicine. 好，怎么知道要加 like 的，知道吗？What 对 ，What 跟 like 是一组。第二个呢 ，like 的后面一定接名词。可是为什么 medicine 不能加 a？ 因为它不可数，所以名词哦 ，like 后面接的是名词，不要忘哦。好，再来下一题。Five. The cup of tea smell a rose. What does the cup of tea smell like? It smells like a rose. Smells， 不要忘记加 s， 因为 does 的关系。不要忘记的 s 在这里。好了，那有 like 后面接名词，所以的原问句就是 what。来下一题。Six. Alan feels sick yesterday morning.
How did Alan feel yesterday morning? He felt sick yesterday morning. 好，等一下哦，来帮我把这个 feel 这个字画到这个字来，它不加 ed 嘛，可是帮我写个 for， 你们很多人这个字的过去式会搞颠倒 ，for 的过去式叫什么 ？fail， 对，两个不一样哦，这是跌倒 ，for 的过去式当然可以翻掉落了，那 feel 的过去式叫 felt。好，再来下一题喽。7. The boy, look, a tiger. 好，等一下，我要暂停一下。请问你有看到 a tiger 吗？ How 还是 what？ How 还是 what？ What？ 对，因为它是名词。7. The boy, look, a tiger. What does the boy look like? He looks like a tiger. 记得哦，有名词就找 what， 就要有 like。没有名词，那就找 how， 不要有 like。跟上了没？一题五分，自己撑时。反正我也没有每一科要算，好了吗？好，第二种呢，也是连第二种还是连缀动词，只是这种连缀动词的中文怎么翻？写上去哦。我昨天其实有写，可是因为它这里只有两个，太少了，请你帮我写上去。这些连缀动词的中文都叫做变，而且它的中文翻成变的怎么样？哎，我写简字看得懂吗？没哈，除了这两个 become 跟 get 之外，因为它变过去式，另外帮我写个 grow， 帮我写个 turn， 帮我写个 get。对不起，我想 go grow turn， 我昨天写了一个字，我想 become go。那 go 这个字有广告啦，广告是写，譬如说，假设哦牛奶变酸了，叫做 milk goes sour， 可以哦。go 在这里翻成变的，不是去。那记得一样来帮我写个加 adj， 请问你它的原问句找谁？原问句，因为它是形容词，所以它的原问句找谁？好，没错，写上去，它的原问句一定就是 how。那你有 like 的时候怎么办？就不能用 how 了。有 like 要找谁 ？What？ 对，所以这个字是因为啊，他不会用这种比较少的会用 like， 我们不会 become like 啦 ，become 后面就大概就接形容词比较多了。好，那我们看第一题怎么说？可是因为 was 的关系。One. Vincent become angry. Vincent became angry when his friend was late for the movie.有看到啊，所以 become 或者是 get 或者是 grow 这种 turn 这种都叫做变的，它记得接形容词。那因为 was 是过去式，所以我就用 became。来 ，here。Two. Ivy get very sad. Ivy got very sad when John told her the bad news. 好啦。Three. The color become green.The color became green when Sandra put yellow and blue together. 好，帮我圈一个字，因为这考试最喜欢考，每次考你们每次被骗，而且都被骗的都还是不会。为什么这里有没有 s？ 有加 s 吗？没有，所以一定要用过去式。类似的当然还有那个什么 set 啦、cut 啦这种，都不要再被骗哦。Four, you get healthy.You can get healthy after you eat well and exercise every day. 好，到这边，可以吗？我先暂停。